侯友宜大进场跟民众握手致意，来台中参加造势大会，现场超过千人，更有数百名退警现身力挺自家人。看了请对我头，你电话时阵，我是不是死？生死一瞬间，一定要变过来。回应从警枪战过往，侯友宜喊话不放弃，抢在国民党723全代会前，侯友宜要在台中、新北、桃园连拼三场造势，拉台气势。那里选情大家都很焦虑，请大家相信侯友宜一定会赢得最后的选举，赢回中华民国。侯市长受到很多打击抹黑，有些人哈觉得惶恐。也有些人觉得泄气，别人唱衰我们没有关系，民调按哪走没有关系，认真宣传就会创造卢秀燕的奇迹，侯友宜会当选总统。卢秀燕举自己选市长经验喊话民调不靠谱，帮侯友宜增加信心，台上手牵手营造大团结气氛，但换侯氛围未减，国民党秘书长金溥聪拜访挺郭张荣卫还踢了大铁板。今天这场有邀韩市长一起来吗？谢谢主席。张荣卫说他挺郭，您怎么看？面对敏感问题，朱立伦不回应，蓝营想要真正团结恐怕还有漫漫长路。三立新闻李维婷、尤尔博、SNG小组台中报道。